Yo， 大家好，我是 MC， 欢迎再次回到嚟 PMC 的频道。今期明基图鉴要介绍的机体就是夜鹰。夜鹰的诞生并冇哈利古达咁鬼复杂，作为玛莎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最后一部座机，自然会同莎莎比有很多相同和相异之处。希望通过今期影片的讲解，会令到大家更加了解玛莎的呢架幻之座机。事不宜迟，马上去片。貴様の好きにはさせん。在介绍夜鹰之前，首先要简单了解它和莎莎比的区别。玛莎之反击早期推出过两部小说同一部电影，它们分别是小说《机动战士高达 High Streamer》、电影《玛莎之反击》、小说《贝托蒂加的指示》。High Streamer 呢本小说同夜鹰冇太大嘅关系，呢度就唔再多讲。要特别讲起嘅，当然就系《贝托蒂加的指示》呢本小说。话说富野又有贵，最初为电影《玛莎之反击》撰写剧本嘅时候，喺初稿入边有涉及阿宝同佢嘅女朋友贝托蒂加拍拖，并且贝托蒂加有咗阿宝骨肉嘅情节。但由于日升唔想被观众睇到阿宝娶老婆同生仔，所以相关情节并冇成为正式嘅剧本。其后富野以呢个初稿作为基础，写出咗小说《机动战士高达玛莎之反击》、《贝托蒂加的指示》，而夜鹰就是首次出现在小说当中，同莎莎比成为平行时空相同存在的机体。不过在 MSV 设定当中，夜鹰被设定为莎莎比的强化形态。夜鹰是由玛莎所领导的新智护所开发的新人类专用 MS， 是新智护军的旗舰机。夜鹰的开发概念简单明了，就是必须成为当时最高规格的 MS， 因此机体的运动性、机动性、攻击力等各方面的性能数据都以达到最高水准为目标。本机虽然被归类为 MS， 但就具有同 MA 相同的规格配置，骤眼望落去是有啲笨重。不过由于全身装备了无数个推进器喷嘴的关系，夜鹰实际上是拥有极高的机动力，而为了弥补推进器消耗的大量能源，就在背部和后裙甲一共安装了5个燃料罐。另外，机体仲采用了新智护的最新技术精神感应框架。在这项技术的加持之下，夜鹰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令玛莎可以毫无遗憾发挥它的驾驶能力。而为了衬得起红彗星的威名，机体全身就采用了红色的涂装。夜鹰的开发经过基本上同莎莎比一样，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而这架机体的名称是源于一种在夜间鸣唱的鸟类，夜鹰的英文名。夜鹰这种雀仔在希腊神话中被描述为爱情之鸟，但在民间传说中它被认为是一种无地鸟，跟死亡有关。基于原著中玛莎的所作所为，这架机体的名很明显是跟后者有关。夜鹰在初期设定的时候，只有光速步枪、光速军刀、浮游炮和盾牌四种武装。之后在 RE 模型、漫画版《贝托蒂加的指示》以及一本名为《阿立海姆记录》的书籍中，追加了一些武装设定，变成几乎和莎莎比一样的配置。下面就等我们来详细看看夜鹰的各项武装配置。首先介绍的是夜鹰手持的射击武装——大型米加光速步枪。它是一把总长约30米的大型射击武器，武器本身能够分别发射收缩光速和扩散光速，其中扩散光速可以好像散弹枪那样进行广范围攻击，还可以连续发射，无论在中或短程距离战斗的时候都能显示出它强大的威力。另外，通过展开枪身的两只脚架并将它连接到外部能源，这款武器还可以进行精准的远程炮击。位于夜鹰胸部的两门火神炮是一款适合中短程战斗的实体弹炮。话说在那阵时的新智护，因为弹药采购十分便利，基本上都被夜鹰装晒啲光速武器。本来并冇打算在他身上安装火神炮，只不过夜鹰由于是新智护总帅的专用座机，梗系要全力确保他万无一失。为了提高他的防御能力，于是就在夜鹰的胸部安装了这两门火神炮。
安装在野恩腹部中央的大型米加粒子炮，是一款由主体提供能量供应的强力武装，是野恩所有武器当中最具破坏力的一款，平时被腹部装甲覆盖，在使用的时候才会展开。由于安装位置的关系，它的射击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大型米加粒子炮是超级机械人大战为野恩原创的武装，直到贝托蒂加的子嗣的漫画版连载之后才有它的相关设定。夜鹰装备的光速军刀同莎莎比装备的是属于同一款，同样都具有自动收放光速的间歇机能，在手掌和前裙甲内侧都各自收纳了一把通过前裙甲隐藏的两只机械臂。夜鹰可以好像 D.O. 那样同时操控四把光速军刀。夜鹰另一款近战武装就是收纳在盾牌内侧的光速战斧，战斧的左右两侧和中央位置都有光速发阵器，可以根据需求形成单边光速印，或者同时生成光速印形成大型的光速军刀，在能源耗尽的情况之下可以将它作为实体兵器来使用。夜鹰唯一的防御装备就是这面由高达尼姆合金制造而成的盾牌，盾牌正面印有新智户的军徽标志，背面收纳了一把光速战斧和三枚微型导弹，这种微型导弹可以在发射之后通过光学辨识来追踪对手。另外盾牌锋利的尖端亦可用于打击攻击。最后要特别留意的是，光速战斧和微型导弹都是夜鹰 RE 版的模型新增的设定，其后一直沿用至今。夜鹰最瞩目的装备当然是位于两个大型推进器背包上面的浮游圆锥炮，这款浮游炮和阿凡阿索隆所装备的浮游炮属于同一种，但就被修改到更小和更轻，总共配备了10个，除了可以进行远距离的全方位攻击之外，亦能够追击特定的目标。每个浮游炮都有一个内置的大容量电容系统，可以帮浮游炮本体和它入边的推进剂充电，因此这款浮游炮可持续战斗的时间都算长，只不过它经常被人认为是一种一次性武器。为什么？因为它在战斗的时候很容易就损毁，尤其是在新人类之间的对战。OK， 夜鹰可以分享的资料真的不多，这么快就跟大家讲完了。最后又来一个简单的总结，夜鹰和莎莎比除了都是红色的涂装之外，机体的外形可以说是大不相同。莎莎比的设计属于人形机械，而夜鹰就属于半人形机械，造型上有几分鸟类的特征，还有隐藏的机械臂设计。另外只要将两个大型推进器背包向后合拢，夜鹰就可以切换为高速移动模式。还有米体夜鹰好像手长脚短，要重现经典的玛莎飞踢，对他来讲都是毫无难度。整体来讲，夜鹰比起莎莎比更有波士基的味道。在武器方面， Bandai 可能觉得夜鹰的装备来来去去只得三四款，没什么好玩，所以就一路追加了火神炮、大型米加粒子炮、光速战斧和微型导弹等武装，最终比莎莎比多出了火神炮一项武器。而所有武器的外形和莎莎比最不同的就是光速步枪和浮游炮，其他就基本上一样，没什么特别。最后夜鹰可以有这么高的人气，除了有玛莎的加持之外，和它的设计以及经常在某些游戏里面作为隐藏机有很大的关系。没什么的，一些得不到或者若隐若现的事物最容易勾起人的兴趣。好，今期影片的内容就讲完了，感谢大家的收睇，希望大家在临走之前可以帮部影片按个赞、订阅 PMC 的频道以及打开个小铃铛。 Thank you 各位，我们下期明基图鉴不见不散。